以拿督斯里赖彩云的人生故事作为蓝本的彩云心意舞台剧，在 Moonspace 满星云集团3周年感恩有您年度大会当天进行特别演出，让全球的 Moonspace 会员都有机会一睹这一部叫好又叫座的舞台剧。即将为世界各地的观众表演，彩云心意的一众演员更是非常紧张。这一次的舞台的确是很大的一个挑战，很多不稳定的因素在，所以我现在的心情其实是处在于一种备战的状态，随时要应对一些暗器啦、武器啦，还是怎么样？对，就是在一种很紧张的备战的状态。设备啊、音响全都是很好的，而且还有各方面的语言的那个翻译。这个是全世界的，所以蛮兴奋。一定做到最好，能够让全世界都看到我们这个演出，这个彩云心意的舞台剧。我希望带给观众一个最完美、最精彩的演出。希望他们可以看得很投入，看得很享受我们这一场舞台剧，表现得最好，能够给每一个观众呢带来正能量。这场演出除了有来自世界各地的会员到场支持外，来自国内外的知名艺人也是座上嘉宾。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报告说过，和谁一起变美好不好？加油！我们三周年年会的演唱会，那些艺人啊、歌星啊，为你悄悄地写上期待。彩云心意舞台剧故事以拿督斯里赖彩云这20多年里如何秉持信念，一路走来并且克服所有迎面而来的挑战，从一名老师慢慢蜕变成企业界女神。精彩非凡的舞台效果结合了甜酸苦辣的人生故事，让所有人被深深感动。深有感触，因为我本身也是做健康产业的，觉得还蛮感动一下的。Just now the performance is very nice and very interesting. Yeah, and then it's very touching also. But the show was very inspiring and pushed us to work hard and do more and more. Performance was just amazing, very emotional. And I'm really proud to be a part of this experience. 彩云心意舞台剧台前幕后的工作人员超过100人，而在台上表演的演员和舞蹈员更是多达40人。透过这场演出，不仅让观众了解到拿督斯里赖彩云一路走来的心路历程，同时又能感受到他对成功锲而不舍的精神，让大家明白只要坚持并且对未来充满信心，将能解决任何挑战和难关。